哒哒啪！你们别不穿不穿，操！反正他妈都是一枪死的，大头。操！给我来一点儿，妈的！上楼。我把楼上俩都封了。听也没人了，从哪儿来的呢？洗手纸。和小众，还有盾，要有盾我就玩 IQ 的。我来盾啊！哼，也没他妈惹容你要的干的。中国好搞笑啊，你说你妈中国相声大会，我操，我都没去呢。
汽车室往上爬呀，操！扔，就说比如我扔俩人，只要扔烟雷了，操，爬！哎，汽车室有人，大厅那边有人啊，俩。不是，装半雷了。就跟里边呢，就跟里边俩人。秃噜死的！我这盾牙打得坏吗？哎，我又来了，我又走了。哎，那边突然出来了。就跟二楼呢，我给标一下，大概。就这就变了。啊，对，加，对，加账了，操！我操！就咱俩。那还有没有别人？我都不知道。算了，不走了。我进来了。倒了吗？还加了，找着了。哎，机车室呢？机车室。没这么着，队友机枪，噗噗噗噗噗，不知道哪儿打的。给他家的妹闪傻了，一翻出来，啪！跟谦儿哥的，于老师叮了当啷，叮了当啷。
那操！我先过去再炸啊！我操！谁给这窗户你是不是坑我了？操你妈！香墩碎了。他没有岩壁吧？我操！哦，要过来了！操你妈！哎呦！我操你妈！有这枪盾，这枪盾刚才我打了一个大。真远！操你！他灌那个铁墙那边，我他妈都跑到门口这儿了，给我炸倒主要是你还要把那窗户扒开，我操！我不敢他妈上窗户那待着去了。你扔，哎，你能把窗户给封上？操！你扔完。机枪，厕所机枪。哦，知道钉了。人家这口儿，
没死，你是一个半雷。这机房这屋怎么了？那个厕所啊，厕所有机枪。哎呦我操！这怎么给我打的？头了，操！哎，机房有人啊！给机枪给突了死了是吗？逼逼叨叨，他往那我往前一蹲，他自导好了，必须这逼逼的死了。